现在还没做奶呢，今天才18级，怎么点一个月呗？啊，初一那天他们就问你要爆种，我都不知道，回家饿回家了。在这儿呢，酸的吗？酸的。哎，抓了一个在里面啊。你还是来的呢？我不是来的，你还是来的呢？哎呀，小狗。在哪儿？小屋里。这是你。白天梢头就都搁外头了。对了。嗯，外面热乎现在。嗯。你给我起来。它不咬吧？不咬。它也咬啊？咬。啊、哦！你瞪着它逮它咬你，老二动逮都不行。啊啊！我说的呢。现在眼睛刚睁开，你看见了吗？嗯呐。这个睁的大点儿呢，这个哈。这小黑的黢黑黢黑的，你看。啊！没发现有黑油，没发现黑色的呢。谁知道？你看，它要都是一半黑就好看了。嗯，这酱黑也行，身上都是黑的也行。就怕变呢，谁知道能不能变呢？能变成别的色啊？不知道，这还能变啊？能变，有的能变，有的不能变，有的能变。这是刚睁开眼睛，有点都看不见呢，看不真亮。嗯，你看那眼睛，睁三天，你都看着了，眼睛一点神都没有。嗯嗯，你给狗吃点好吃的，要不没奶。这过年这几天这，但要我那拿了他妈七八个烤鸭、烤鸡啥的，咋的了？也都喂它嘛。它烤鸭咋的了？它坏了。啊。就再去剩菜剩饭啥的，嗯、这不刚才在老二那又推了。一些狗食，还有馒头。嗯，行。这狗我会知道，它要是没有奶呀、哎呀妈呀！你看这样胖的乎的。嗯，这还没到时候呢，还再大一大的就开始可胖乎了，可、好玩了，像下饭杵了似的。还看不见呢。嗯，还看不太远呢。嗯嗯。哎，小小耳朵多好玩！嗯，特别是小爪子，这是小爪子，可好玩了。这小爪，嗯，这疼了。你跳了啊！嗯，跑。那拉大虎了，这个。笨死了！就他不安分。嗯，那呗，正是。就是好了。嗯。哪个屋里边？嗯。你那外头冷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搁这让它晒太阳就行。晒一晒。妈再往前怎么摆弄都行啊！你家这狗肯定少养，那呗，连那么好几窝养狗也就喜欢这玩意儿嘛。他就愿意摆弄这玩意儿。两年杀了，这一个小木偶啊，走啊！就待一会儿呗，洗浴还不快，跟他来看看。看看预定一下，你这不还没断奶呢吗？没有，没有呢，它等长开了才能抱。还得分天了。这狗可厉害了。没事，过来啊。啊，走了。这是敢下口的狗。你咬啊，没事过来了。哎，走了。哎。啊。